嗨，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小丽给我们带来了健达奇趣蛋和小猪佩奇的奇趣蛋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咯，这是一枚健达奇趣蛋，是一枚女孩版的健达奇趣蛋哦。它的里面会是有什么宝贝呢？小朋友们好奇吗？那我们就打开看看吧。哇，这个里面会是什么呢？打开咯，是牛奶巧克力糖。牛奶甜甜的，滑滑的，好吃极了。这个是吃糖的小勺子。这个里面会是什么宝贝呢？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好神奇哦！这是一枚化妆镜吗？还是一个化妆品呢？我们来看看说明书。啊，它是一个化妆品。这个上面带有小毛笔，可以用它来蘸蘸这个画出来。我们也可以在家里用真的颜色料用来画画哦，也可以用来蘸化妆品、腮红，用这个小刷子都可以的哦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放到旁边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拆一枚佩奇的奇趣蛋，上面是乔治，这个是一枚男孩版的哦。打开来看一看，哇，好多问号呀！这个里面会是什么呢？牛奶、巧克力、饼干。小饼干又香又脆，巧克力牛奶糖又甜，然后还滑滑的，好吃极了。这个是用来吃糖的小勺子。哇，这个小车车好迷你，好可爱呀！走喽，走喽，我们把它放到旁边。接下来我们要再拆一枚健达奇趣蛋喽。这一枚是男孩版的咯，男孩版的奇趣蛋里会是什么宝贝呢？这个里面也是糖、小勺子。小朋友们好奇吗？男孩版的奇趣蛋里面会是什么宝贝呢？哇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小贴纸，蜘蛛侠、绿巨人，这是一名战士的小盾牌，也是钥匙扣。我们把它拼装好之后，可以用这个挂在钥匙上，也可以挂在包包上面，是不是很有趣呀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来拆一枚小猪佩奇的奇趣蛋，这个也是男孩版的哦。牛奶、巧克力、饼干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小勺子。这是一辆小车车，而且是敞篷车，好可爱呀！接下来我们再来拆一枚健达奇趣蛋，这个也是男孩版的奇趣蛋哦。会不会拆到小赛车呢？牛奶巧克力糖，小勺子，好期待呀！会是什么呢？
嗯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说明书。是小怪兽。我们先把它给把贴纸贴上去。好喽，然后把它连接上去。这个是目标靶心，可以让它击打15、10、5。好了，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今天小丽特别的开心，因为她拆到了好多漂亮可爱的宝贝，有小车车，有小盾牌，还有小怪兽。好啦，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再见。